茉莉，这是谁给你的礼物？圣诞老公。怎么那么好？是圣诞老公给你的礼物啊、哦？那你要打开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超商店员、便利商店的店员的礼物。然后上面有什么？你看这里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甜甜圈。咖啡。这里有炸物，这个薯条。然后这是关东煮。好，你要打开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打开好了，好吧？看里面。看里面是什么？哇，怎么那么好？圣诞老公公给你这个。哇，我等一下，这里有胶带。胶带。胶带要把它弄开。啊、哇是。是什么？你抽出来，抽出来。用这个，看看，翻出来。哇，好大一个哦！那这个，好，爸爸拿这个吗？拿很重的、嗯，你拿很轻的。谢谢。好，你看，我们先把零件都先拿出来。怎么这么多？ 哇，你看这里有那个哎，买东西的篮子，你看。你看这有买东西的篮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里面还有什么。哇，你看这有那个买东西的，这是什么？塑胶袋。塑胶袋。哇，这感觉很多哎。然后你看这个有很多东西，这有你最喜欢吃的什么？什么饭饭？寿司。寿司拌饭、玉饭团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个门可以开，你打开这个门。这个是放饮料的，放饮料的，然后这个是放冰淇淋的，然后这个胶带粘住了，没事哦，胶带粘住了，嗯，好，你打开看看，你看可以放冰淇淋哎，好，然后看这个是什么？细菌人，细菌人的什么？你喜欢吃那个什么甜甜圈？妈妈看一下，妈妈看一下细菌人的甜甜圈好不好？哇，甜甜圈的柜台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这里。好，甜甜圈的柜台在这里。这里。甜甜圈。然后还有面包超人，我们先把面包超人放上去。放在这里，因为面包超人是店员啊，他要结账。这里，这个不是你手上那个，是这个，这个，哎呦，你看，哒哒哒，然后这样子，你看这样你就变成一个什么便利商店吗？你就变成老板了吗？你就可以帮别人逼逼了，对不对？你去买东西也要 BB 吗？所以 BB 要拿这个，这有一个 BB 的，这个要装电池哦，这个装。电池。对啊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24号。24号是平安夜，你知道吗？那明天是圣诞节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爸爸装电池。装两个，你说4号电池，4号电池装进去，好，装进去哦。哇，你看，你这样，如果你逼一个东西，假装先逼一个，有吗？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装这个了。哇！好玩吗？哇，你是老板吗？这个放在哪里的？我看一下。这个是。谢谢。这个是便利商店的招牌耶。招牌在哪里啊？好，等一下再研究好了。哦，招牌在这里啊。你看，茉莉，这是谁的便利商店？你看这个，妹，你看这个，这是谁的便利商店？你爸爸。我
嘛？那你是？爸爸看不进去。啊。爸爸看不进去。对呀、啊，爸爸一小。爸爸，爸爸他看不进去。对呀、啊，找不到耶。哇。哇？有声音吗？然后饮料，哇，你的手也可以滴哦。摸饮料在哪里？这里有饮料，饮料要放哪里？爸跟你说，饮料放这里，放这里。这里还有饮料。饮料。嗯。然后这个饮料。啊。饮料要放哪里？饮料放这里。那我看这个是什么？这好像是。这是拉面欸，拉面是放哪里啊？这里，茉莉放架上，你把想要的东西都放在架上好不好？嗯。啊，这是冰淇淋，看你想要放哪里就放哪里。门关起来。把门关起来，然后这个是，哇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什么？炸鸡。炸鸡。然后这个是。薯条欸，薯条，你有吃薯条吗？放这里，这里有薯条的。这个是，这个是看起来像面包的，这是关东煮的。哦，关东煮，这里有一个关东煮的台子。然后，茉莉，这里有关东煮的碗欸。嗯。你看，这是装关东煮的碗。放哪里？放旁边就好，因为跟那个篮子在哪里？对，放在篮子上面好了。啊、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棉花糖。的什么？妈妈喜欢吃。什么？请妈妈教你。热狗。热狗。热狗，妈妈喜欢吃哎、欸。放这里有没有一样？哇，有一样的图案哎、欸。然后这个甜甜圈。甜甜圈先放这里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要放进去里面啊，你放在上面。要给客人买。你要转过来吗？细菌人的脸掉下去了。这里有那个塑胶，这个，这里有那个。哇，是塑胶袋。然后。面包超人的塑胶袋。应该是一些容器的盒子。可以装那个。然后还有一些装饰的，像这个。哇。咖啡机的装饰。好玩哟、哦。好玩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爸爸先把它，我们等一下再把它一起用好。然后还有一些装饰的东西。然后，茉莉这还有一个甜甜圈，你帮我放上去。然后，那这个，好，先放那里好了。那这里你看，淡淡的关东煮的淡淡要放哪里？关东煮在哪里？关东煮在热狗下面。哇，很棒！咖啡，你会帮爸爸煮吗？嗯。你最喜欢帮爸爸煮什么？咖啡。咖啡，你会帮爸爸用豆，对不对？咖啡豆，对不对？咖啡豆。嗯。来，你看，这是咖啡，咖啡放在哪里？咖啡有咖啡机哦，咖啡，先放这里有咖啡机，你用这个帮爸爸煮咖啡，对不对？哇，你怎么知道放那里？这是关东煮。关东煮在哪里？你记得吗？是吗？在甜甜圈，在那个热狗下面。热狗下面有关东煮。热狗下面，对，很棒。然后这个是饼干的，饼干我们放在这个架子上好了。这是糖果哎、欸，糖果、要放在哪里？你想放哪里？这。好，那放那里。那这里有三明治。哇，这里有这个是什么？好不拘小节的老板。那是什么？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什么的饭饭？寿司的饭饭，对。要放哪里？然后这里有冰棒，冰棒放冰箱，这里有放冰的地方。然后还有这个是应该是意大利面吧？是吗？嗯，放哪里？放哪里？这里。啊、
那就全部放完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些都煮起来，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就是固定彼此之间的那个，我猜的啦。嗯，好，那里你看，你是老板，你再比一次，你比一下热狗，你要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哇，相反的，比反的。不、嗯、然后你比，你要买什么？买一个咖啡。咖啡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。老板，那你可以再买一个，嗯，你想买什么？你自己选一个。那是什么？薯条。薯条哦，薯条在，那是炸鸡，薯条是这个。炸鸡。炸鸡，好，第一个。那有薯条吗？那你把东西，你再选一个好了，然后我们跟大家说拜拜。嗯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饭团。饭团。嗯。拜拜，然后这个 BB 的要放回去这里 ，BB 的放回去这里。好，你要看看镜头啊。爸爸。你说我要去玩了。我要去玩啊。那你要看镜头说。我要去玩啊。拜拜。拜拜。